戏叫那个戏的，像那个戏，我那个戏的，我搞那个戏的。叶美琪啊，你哪个敢讲一句话来威胁我？我绝对给你扒出去！干安呢？我那个戏的，我那个戏的，我那个戏的。你要请一天的假？这一年365天，你会当做代志。一年有52个礼拜，你跟达礼拜休过2天，这就表示讲你敢那剩261天会当做代志哦。这10天，你有16点钟会当唔免做代志，所以扣掉170天，你就敢那剩91天会当做代志。10天你得阁用30分钟来咧啉咖啡，这当年加起来你就要扣掉23天，所以你敢那剩68天会当做代志啦。你10天得阁用1点钟来咧食中昼顿，所以得爱阁扣掉46天，就敢那剩21天。通常你当年阁会请2天的病假啦，所以敢那剩20天。这当年阁有5天的固定假日，公司休困唔免上班，所以你敢那剩15天。阁加上公司吼真大方啦，当年阁你休14天的年假，所以这加加减减，你嘛敢那剩1天在做工课尔呢。你起码今年阁甲我讲要请1天的暑假，你敢无别项通未啊？你以往敢那会用摕我的过去来甲我考试，来侮辱我先？侮辱？我无你个死啦！我即马是伫遮咧教死你啦！大妈，你也伫个哦？你是不是来找我妈妈做去做 SPA？ 我爸你个死啦！即你讲假孝顺，我要去做 SPA， 要去美修。我跟你讲啦，你若是无大脑哦，不管你是18、19啦，你就是算是讲哦，做个34D 哦，拢无好啦。是的，你去妈啦！啊，不过你唔通袂记哩哈？我也无好，叫做九命怪猫。我相信这边，我绝对用个照这个巴肚个翻身呢。到时阵，就算讲你去安怎万分瓜，嘛一定会甲我笑命命。笑你个死啦！笑到你无命嘞啦！要唔要死出去？弟弟，干嘛 ？Say bye bye。你讲我是要恁结婚？啊，你是啥？你嘛知影我唔是其他人决定的，我是一蕊真高级的玫瑰。我怪你个死啦！你是真高级无唔对啦！也不过人花哦是开到这大朵才叫做玫瑰啦，啊你嘞，天涯一粒啊，目睭这细，你搁生到这粒还搁未开花，你知影你叫做啥无？你叫做贞子啦！你敢骂我是贞子？我咪讲你哦，这狼牙棒的啦！哼，一支嘴唔捌讲过一句好话啦，还袂输甲狼牙棒同款，咱四界乌白乱卡。哼，加拿大留学回来，无稀罕台湾的大亨，我看你根本就是连考考袂掉，而且故意哦，你过咸水开钱咧买文凭。这阿哪？MBA， 我跟你讲啦，卖讲 MBA 是免 IB 啦，我是请几下个啦。我一个月只开20000块啊吼，因就规日把我当作妈祖礼拜。冠兴，你看伊啥安尼啦？亲们大号来甲我欺负，你搁看会落去哦？你无想要跳出来替我讲几句公道话吗？公道话，我讲你去死个啦！你敢唔知公道自在人心，这句话要怎写？你还跟我假人？我讲刘总裁啊。我会送你，跟你扣我3粒米酒花哦。那结果呢？你的心肝会凉会着啦。伊凉着讲你伫外口偷食，甲今仔只毛死亡哦，你咧偷来暗去啦。也过真拢无要紧哦，只要你肯乖乖等伊的身躯边，甲伊认一句毋对，回一只死的，我相信一定会原谅你的嘛。我甲你讲啦，就算一千名一万只看人的人，拢看会出来讲这可怜的少年，他这个只毛死亡的诱惑，伊的目的甲伊的怕死。他说你连这也看袂明，想袂清。安尼哦，我贵公哦，你食到这个会所，做遐尼侪孽人啊啦！今嘛哦，就算我拜托你，就敢那闽华都阿所讲的，你的目睭若是用来看清楚事实的，那你的目睭就是用来哭，到时阵哦，你连目屎都哭袂出来啦！我给何良伟交保，何伊当等伊出来在陪你过年，已经真通用啊！你嘛莫想超过嘛！我怪你死的啦！你无看到你娘这个是真通用，你这人嘛真欠骂嘞哈！求人要跟我约婚，一定你爱好声好力，你无要接受，我哪来拍打拍你，你才欢喜是？虽然讲伊师傅铁路也未起好啦，也唔够有火车，嘛有车会当载的啦。阿妈，台北到下港是咧外远啊，够差。你若是来交我叫我让也无紧啦，欢喜你到大啦。24小时你顾着了哦，你开开我啦。这世间我百家才有呢，你即马是咧摇摆啥？你交了一个臭婊做某的囝，还够有一个呢？无结婚就放大不倒的孙啦？你够真老羞哦！生计这么清楚，我跟你讲，你若是无好好反省哦，就算是你吃菜念经啦，你都无得洗清你过身躯的罪孽啦。你妈呐！你不好啊！不好，你就去念吗？你当作你活
外高，我在看你外高啦。安娜，过年吗？王威就这，都是花钱。